其实我不怎么吃零食的，但是自从认识了胖爸之后，他天天给我塞零食，吃着吃着我也胖了。但他们真的现在都连校徽都换了。对啊。然后我最记得以前就是，下课的时候啊，胖爸会跟我在这里一起下来，然后一起走回家。哎，我们以前家也在附近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出过这条路，很方便的。乐宝宝。还有那边那个饭堂大装修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还有奶茶吗？奶茶、水果茶都有的吗？就在那里，饭堂就在那里。好。我们带他出去吧，差不多了，感觉今天逛的。要不要坐回车啊？你不用抱这么辛苦。好，反正不直播。啊？不直播拍 vlog 就可以坐车。对对对。哦，不愿意啦。他先乐宝进入了那个秩序期，然后他一定要跟着他的爸爸。大家可以支支招吗？怎么减缓这个叫什么？症状还是？我妈是说减缓不了的。减缓不了。对，她说两之路。对，必经之路。那好吧。甜蜜的烦恼我也是愿意的。来，盖个毯毯好不好？冷吗今天？今天给乐爷穿上了袜子，因为今天真的有点冷啊。我的鼻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像吗？还行。挺像的，挺像的。好，我们去饭堂不走了吗？啊，我还想着带着大家看一眼，你看那里有个大屏幕，以前都没有的。没有吗？大屏幕。是吗？哦，是哦。然后你看，那里有咖啡呀 ，cake milk coffee。高中就是不一样，洋气，洋气洋气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座庙。好了，我想走走。哦哟，好了，借着这个庙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好了，结束了这个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。他说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。他说，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故事结束了。好了，我都说刚才第一秒就可以结束了这个中学生行为啊，不耍脾气，不顶撞我。真的很手痒。然后那里叫什么？这是泳池。对，这里面是泳池。这个是那个升旗的那里吗？这里面你记不记得？我们那时候跑到那边去看，上面看下去，他们那些自制的纸船呢？哦，记得了，记得了。记得了，记得了。然后这里是个大门，我们这里在那种就是老城区。广州本地区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周边的房子都比较旧。嘿嘿，然后谈恋爱是在这里吧？这里吧？对，好像是。后面好像比较隐秘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监控摄像头？哦，换了，怎么有两个站了？以前我记得，哦，我记得这里以前有一个假水池的，有个水池。有个鱼塘，现在都没有了，游泳馆了，现在变得啊，竟然封顶了，以前是个露天的。哦，我知道什么了，我知道那个是什么了，隔离站、啊、隔离站了，这个封顶了。哦，以前是露天的。乐乐妈妈，咦嘿，肚子吃吧。哦，我记得了啊，我小学的时候是来四中这里学游泳的。真的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厉害、啊、我就是在这个门进来的。这么厉害，发热学生吗？你是发热学生是吧？不是进门，不是出门、啊。在后面呢？后面没有了。我们以前经常应该是来这里谈恋爱啊，这里没有人呐、啊哦。其实不是没有人，谈恋爱的人都来这里，好不好？对。啊？不会啊，通常你就会见到。经常可能我们那时候老师为什么你要送乐宝走了，不是先走着吗？那时候我们老师比较佛嘛啊，然后有些老师会这样的，我演给你看。
你们哪个班呢？累得蒙圈了，困了他是不是？是。哎，他喝奶没有啊？他早上吃了饭？没呢。要不要给他冲个奶？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庭院。庭院给他冲个奶吧。我应该更新一下我的设备，可以一边直播一边录 vlog， 是不是？那你的手会断吗？不是不是，你买一个这样架起来一起的不就行了吗？待会我也去买件衣服，有点冷了，今天可能降温了。是啊，烫发很神奇，这种感觉就是在高中这里冲奶啊。对啊。你有想过你会回来高中冲奶吗？我只在高中读过书，没试过冲奶，今天还是冲一回。天哪，我们以前谈恋爱也坐过那里耶，很神奇的感觉哦，乐宝你知不知道，很神奇哦。爸爸那个叫什么，以前我们在这里谈恋爱，现在他爸爸在这里冲奶哦。天哪。哦，知道知道，他奶奶好不好？嘿嘿，蒙圈了乐宝今天。你冲好没有啊，老父亲？来了来了。老父亲太慢了，搞得太久了。手脚慢了。我觉得这个屏有点坏，昨天我也经历过同一个状况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出门的时候我也摇了，之后它出。哦，那个圈没有风景的，你可以点个那个狮子经过吗？好，稍等我一下。哼，他都还对我笑，诶？我不喜欢穿衣服，是不是？以前总是很想长大。一晃眼真的就这么大了，真的。盖个棚棚，看看他睡不睡。好，感觉他要睡午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出去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放完了，放完了。盘古井是什么井？以前的那些人在这里打水吗？可能吧。然后我们以前就在这里一起走路回家放学啦，是不是？上学放学我们在一起。